工程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后，今天我的蚕宝宝要上竹了，放这个方格竹，它就自然的爬上里面，就在这里面框里面就自然的吐丝。今天早上我起来看，它就开始爬了，找巢，找好巢，它就吐丝。现在我放，可能下午它就自然的爬上来，吐完丝三天后，就可以等它的茧后吐完丝，化成蛹后，我们就开始拿去摘出来拿去卖。得了不？你给他摆吗？我不要。贵一点哦，好的27万，蛋姐。这么好的，你看。看一下先，是不是真的好先？这个姐好好。给多少钱姐？27了，最高了。27，那人家上次人家卖说29了。没办法，行情是这样。又下架了。一天一个价，不可能要我们亏本的呢。能给现金吗？有现金啊。有现金的可以，可是那个他那。有嘞，我怕到时候去哪里找你。不可能嘞，不能。那个我在这里就不会欠钱嘞。哦，对呀。
有多少斤？够150斤的哦，这个有吗？100斤都没有。哎呦，啊、三袋都没有100斤呐、啊！这个坨坨是100斤呢。100斤哦、啊，这个都放不下。不放，放不下嘞。哎、差不多100斤哦。够还差几斤呢、啊？我以为100多斤才100斤都不够。93斤呢、啊？93斤。对，你看还美美给多你啊！哎呦，那就谢谢老板了哦。得，搬走了。好、哦，可以啊、哦。来，过来这里拿钱就得了。啊、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老板来领钱了哦！啊、哦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啊，看主要够了没有？整数给多你几块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，老板。养蚕辛苦啊。哎，对对，感理解理解，万岁！祝你生意兴隆啊！好，谢谢谢谢、哦。好的。